怎样？Hello，晚安。晚安。Hello，阿龟、浩宇、冯家人、阿雄、君汉，Hello。小易 ，Hello。阿龟，谢谢分享直播间，他骗大谢送金色音符。桌上好乱。Hello， 大家晚安，今天有点忙，好哟。帮我放你旁边的。炸法感觉是刚睡醒，没有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就是我上礼拜讲的，说我会当天来回台北，每天我快闪台北2小时。大家晚安，谢谢布鲁克幽灵沃南飞送的。名人一剑钢剑吗？这样念吗？冰雀玄送的果汁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晚安。快点，还配睡，今天看起来特别可爱嘛，因为我今天有化妆。我今天有化妆。对。不然你们平常看到我应该是一个很素的状态。今天就是进公司化个妆。大家晚安。喂，Hello， 晚安。素颜，你说你是素颜派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觉得你公眼一定是你看错了，一定是看错了，真的。晚安各位，我的手机因为刚刚去台北，所以现在是我怕睡，我先用电脑播歌。公演有素颜，我经常都是素颜啊。哎，这件衣服很久哎，只是今天刚好需要比较贴身的衣服，所以才久违的穿这件衣服。炸一下。大家晚安。Hello Hello， 我最近很喜欢 Red Velvet 新歌，不知道怎么就是很合我的胃口的歌。你要把冷气下降一度吗？有点热。开车真的有顺利哈，今天已经看到你直播。哎、欸，我，然后就是，对啊，小助理帮我拍的、啊，但他又，他跟我妈两个人都在车上尖叫，但我妈叫比较夸张，我妈就啊，啊这样，就很我妈狂叫，因为是她的车嘛，然后她就很害怕，然后她叫完之后，她就，老邓，老邓，老邓，
超好笑。台湾大道超可怕的，我就说不要叫啦，没有可怕好不好，就顶多擦撞而已啊。然后就在那边尖叫，然后他我就听到他在后座上，我说你不要叫，他说我没有发出声音啊，然后我就说你刚不是，你就是发出了声音啊。中港路还好吧，哪有，超可怕的好不好。你知道又就是现在要开始提早睡，有保险安心上路，可是出险已经被用掉了，所以会很贵，所以很少开动，没去开车少见，没有，就那天吃完饭然后想说啊不然开一下好了这样子。到家没有，因为中港路真的车好多很多很多，然后有一道就是它的左边两道好像都是要左转的，然后我那时候一直都开在就是中间偏左的那一道，然后结果我就发现我要过去已经变白双白线了，然后可是我一定要过去，因为我要直行，然后我就看一下旁边有没有车，然后我就要转，然后我发现他没有推到底还没有打过去，然后我妈就啊，然后就可能离旁边的车很近，就是只有这样而已，然后台车，然后我妈就啊啊，我都学不来啊，就啊，然后我也没办法，然后还违规双白线，三宝，新手上会尽量选白天练习。对啊，我因为我为了看右边的那个后照镜，我就这样，然后就然后车就这样开始边左边，然后我边说哎、欸，然后就啊，然后再转回来，超可怕的、欸。我就是三宝，新手上路嘛，就是难免抓不太到那个角度啊。然后一开始不是上车要先踩刹车吗，我就直接油门给他吹下去，超可怕的，还好我那时候是P档，下次就可以直接挑战高速公路吧。哈，高速公路吗，我会怕欸，在哪里我不知道欸，我也在找他，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是在我房间，他可能拿走了。主角踩刹车就好，我踩的油门还是刹车，我踩油门啊，我在那个停车格里面啊，然后这样啊，对，好像先踩刹车，然后就油门，嗯，还好是P档，我现在的危机意识零，零危机意识。哦，我觉得完全没有发现我打错字耶，驾车，我要打驾照啦，只是。他可能自动选字，但是我也有点懒得改，想说算了。开房间。可能驾照需要暂时吊销，我现在不想开车，我觉得好可怕。没有没有新驾车，新驾车不是我的车。北园 Hello 14854低调的灰原，好久不见，下周要不要自己开车回来回台北台中，不行，我回书票还没用完，回书票还没用完，我现在回书票用得很凶耶、欸、所以好，可是我都一次买十张，这样打折打比较多，打82折吧，就一张500多块。好，人家都开一阵就会觉得坐副驾很棒，我也觉得。以前就是坐后座的时候都很喜欢在那边说啊，你这边不就转过去就好吗？然后我妈就说你又不会开车，你在那边讲。然后我现在开车，好难哦，我不该在那边乱讲的。现在还有在用回数票，我前阵子几乎都是。还是有做，可是因为最近上台北的时间点很多，所以就是买一下回数票，这样比较划算。
不然真的有点贵。我们给你看一下车吗？现在拿来的回数票，现在有回数票，我现在就是买回数票啊。高铁。Hello， 我有开过我爸的车，真的好，真的好好开，只是我现在开不到那台车，真的好开嘞、欸，那台。明星，咦，超白，我好像我那节放假好闲哦，然后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，不愧是安安。不要开，这是开的是谁车？妈妈的车。之前爸爸的车比较贵，现在的车比较便宜。没有，我之前开的另一台更好开，就是那台现在已经不在了，我难过。我爸把他的好开的车换成了那叫什么？Hilux 吗？我不讲，就皮卡吧 ，Hilux 吧。那就是安安休闲活动吗？没有，就是娱乐。娱乐啊，超危险！对啊。嗯，对啊，因为他要去种他的，对，他要去农耕，他想要载他的作物回家，然后他很兴奋，他说我现在换这台车，我好开心哦。我说你很兴奋，他说对啊，试试看 ，pick up， 拖拖躺对啊。竟然换皮卡，谢谢不当不当送了一个星星的情书。我最近跟婉玲行动的日子超多的，我要跟你们分享。最红 Hello， 换皮卡，想换新车没有？换新车是换他自己想开的车，不是换给我。我爸就说，你以后想要。买自己想要的车就自己花钱去买，还是下次你可以跟爸爸的车，爸爸的车很大一台、欸、会怕。昨天那台是我妈妈的车，你是坐车斗吗？没有，是五人座、欸、我们如果坐后面真的很像坐屋。那你可以躺大概三个人，你可以去看星星哎、欸，陪你去看流星雨，是这样唱吗？哦，你刚刚说安安讲哪一台？什么？你讲我哪一台？皮卡，皮卡，我很喜欢宾士的那个哎、欸，方方车，就是那个。Judy 很喜欢的那台，你知道吗？我坐过吗？很像越野，应该是越野车，是那叫越野车吗？可是我看这辆车是哪一部，就没变。是越野车吗？就是方方的，很可爱的一台车。哦，越野卡车，方方，不，越野卡车。那台叫什么 ？G car， 吉普啦，吉普对，很可爱、欸。我在路上看，啊，好可爱哦、喔。这是什么歌？还有什么？嗯。
我没有钱买啊，所以我是纯欣赏啊，我纯粹觉得很可爱，就是欣赏而已。可爱的都很贵，可爱的都很贵。我也买不起。我觉得 BNK 他们唱歌都唱起来都有一种，怎么讲，有一种很轻柔的感觉。您在看的车都比你老。我为什么是富婆？那不是我的钱呢、啊，我买不起啊，所以我在欣赏。G63吗？啊？嗯，怎样啦？你不要，我跟你们说，小醉最近你知道他看了那个《社内相亲》，他现在觉得韩剧很好看，他现在就在看韩剧。他以前我就是看韩剧，说不要看韩剧啦，看什么韩剧？然后现在，哦，我看什么？什么？哦，几根？几根？你说 ，Hello， 我不是食物。笑笑 ，Hello， 世宏 ，Hello， 他也开始了吗？对，他现在就是一个，他在看那个《江南美人》，然后他刚刚就说很好看，要一起看吗？我说我要直播，一看就是迷糊，真香现实版。我是想你。他很懂看。我最近在把《进击的巨人》努力看完当中，然后我接下来看那个什么，有一部叫做什么什么《间谍加加九》吗？听说很好看。Hello， 钢铁。哦，我还没讲完这跟晚年续集。我跟李玲呢，最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容易聚集在一起。我知道六月多，前两集还不及，对 ，Spy Family， 天天 Hello， 天天你上礼拜六有来吗？为什么你有采购？你不是在睡觉？群聚在一起，有经费动画就是舒服。现在是音乐时间，是有点大声。我觉得它遮住我的声音。噔噔噔，天天都偷偷来的，我以为你没有来耶。哎呦，反正呢，我就是。我放了很五天连假嘛，然后呢，因为你没有来，我礼拜六有开直播，没有，我说我以为你上礼拜没有来，上礼拜六，谢谢明金送的行李箱，被口水卡到，就是收集狂，你说收集勾勾狂吗？谢谢阿雄送的行李箱，秘书送的行李箱。对啊，我没看到你。谢谢秘书送的黄宝石，流浪到屏东。反正呢，我就是放了五天的连假，然后我礼拜。
五在干嘛？我礼拜五在干嘛？哎、欸，我要看一下我的行程表。我现在已经，我要跟你们分享，我现在就是已经过到我今日子不再过什么了。谢谢夜空 sky 送我蓝宝石月光石，终于送我来签到。夜空 sky 送我行李箱，失忆。对啊，我现在就是，天哪，我在干嘛这样子？4月1号，现在几号？我现在已经8号了，没有没有，现在13号了。礼拜六播，哦没有哎、欸，我礼拜我8号没干嘛，我好像睡到自然醒吧。然后9号，我直播完，然后我就去练习了。然后10号的早上，没有9号那天晚上夸张，因为我跟熊妹一直以来就说我们要去吃海底捞，然后我们就那天练习9点的时候，我说你吃饭了，他说还没，我说我想吃火锅，他说哎我也是，我说他说我们去吃海底捞，然后我们就。好耶、欸、然后我们那晚上就去吃海底捞，然后在练习过程中我就问弟弟说哎、欸、你等一下要干嘛，他说没干嘛，我说啊你要不要一起去吃海底捞，他说跟谁，我说哦跟熊妹一起啊，他说好啊，那我等一下问问看这样子，人很多嘛，然后最后我也拉着汪汪，我说汪汪要不要去吃，然后汪汪就犹豫了一下，因为好像很累想回家休息，然后他就嗯我想一下，我说好走了，然后就带着他走，然后到了，因为你想啊熊妹我们就不能缺少晕厥跟乏乏，然后我们就说要不要吃海底捞，然后就哦好那就一起，对，然后我们一开始到那个金站店，然后金站店就大排长龙，因为6个人，他说哦6个人我们可能没办法给你一个确切时间等哦，然后我们就哦好吧那我们去吃新店，然后因为查一下价格，然后我跟玲玲那时候就是没有摸清楚价格，然后就发现加那个10%之后要700多块钱，然后在捷运站的时候我们就说还看到了一间美食餐厅之类的，然后就介绍我们就搬要去那间，然后就因为700多老实说有点贵吧，然后就是可能就有些人不太能接受的价格，我其实也觉得这个价格非常的不可爱，所以后来就没有去吃。然后想说美食餐厅嘛，可是美食餐厅应该是我们到信义区的时候已经快要11点多了，11点多快12点，然后就打电话去，他说哦我们最后下单时间是12点哦，然后就剩下15分钟而已，然后我们就想一下然后我说好不用谢谢拜拜，然后我想说怎么办，然后现在大家都已经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想说既然我们有没有目的是海底捞要不要赌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到新店去，然后就赌对了欸，没去海底捞，没有我们就去吃了新义的海底捞，然后去那边就说我们说6位，他说好啊，他说好哦，就是现在不用等太久，我们说要等多久，他说不用等太久一下就好了，然后我们就从好像12点吧，我们就从12点吃到快4点欸，超夸张的，700多块没有，那时候因为就真的没电，然后我管你就说，那我们只好去吃新店了。玲玲一直重复，那我们只好去吃新店了，那就去吃新店啊！我就是说，可是就不行啊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不行，太贵了。他说哈，还是我们去吃一兰，然后后来要转眼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哦，因为也要等2小时，然后我们就想说就去海底捞，对，对，然后就到了4月10号，4月10号呢这天，因为我们回到家已经4点多，然后5点了，年轻人，我们在喝那个汤，然后点水莲呢。之类的，然后巴沙这样，无限加汤，然后就坐那边聊天，聊到，他说我们看到一到四点，你们可以慢慢聊。我们哦好，然后我们就坐到，客人都快走光了。不知道因为吃个火锅怎么要吃4小时，我也很好奇为什么可以这么久，很猛欸，不会太油吗？反正就隔天之后。4月10号礼拜天，我那天就是跟婉瑜好，我就说哦我们是要自然醒，我说你起来的时候再打电话给我，然
然后起来的时候大概十二点多，然后他说他十点多起来了，然后他一直迟没有传讯给我，我想说他出门了，然后我们就出门去吃他 IG 发的那间店，对，然后吃完之后想说要干嘛，然后就逛了一下，搜狗吗？搜狗之类的吧，然后觉得店面都走不进去，然后我们就去中山，想说要看有什么东西，然后就逛街逛这样，然后我们又去练习了，又结束了我们美好的一天。没有，当天晚上我们吃了那个十点多，然后原本我跟玲玲那天是约好说我们要去吃一兰，可是因为我们没有跟熊妹他们就是大家一起讲说要吃一兰，但是我也想说想大家一起吃饭，可是又跑到新义又会太远，吃哪些店就是开车要小心。好的，我会小心的，连着吃饭行程吗？很开心你们可以陪他下班，然后嘞，啊，我们就去吃那个人从众，因为店面都走不进去，因为是高级店家，精品店，我们走不进去。其实不是走不进去，而是没有勇气走进去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去吃人从众，因为我前一阵子我看了那个九妹的牛排比对比，我就哎。刚想吃吃看哦，然后我就去吃，然后我也吃得很开心。然后隔天我又说，因为我们没有去站，说要不要中午吃，然后我们就约了十二点。可是我起来的时候已经10:50了，我就觉得不行，我要再躺一下，我就传讯息给李宁说，我说我好像来不及了，我们晚半个小时好吗？他就说好，那我再睡一下。我说好，然后我就开始起来弄东西了。Hello， 回回，谢谢吉米周送的直播的守护灵。然后吃完，我们就去吃全家的冰，然后我们又解散了。这就是我的一天，我的连假。对，迟到仔，我没有迟到，我是把时间调完，而且我有提早30分钟沟通，没有，我提早一个小时，我提早一个小时讲。好吃，可以开车带爸妈环岛。没有，我刚刚跟我爸就是从高铁站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我说我来开，我有问嘛，反正呢，我就是说我想开，然后他就说现在不要。哦，然后我要去高铁站的时候，然后我妈因为那时候3-4点而已，3点多，然后我妈就说现在不要。我说为什么不要？现在就车没有很多啊。他就说。没有，现在送你去，我觉得不要。我说你只是不想尖叫吧？他说我没有尖叫，我只是爆头而已。BNK 真的好厉害，他们的那个 dance practice 的舞台都比我们3周年舞台还大，他们很有，他们有地，我们没有地。尖叫的是你吗？是我吗？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害怕，我也感受到他很害怕这件事情。爱你就。安踏，但直行不让内侧右转的，直接查办三十七万。事后，哈喽杨雄，家人都还在拍害怕阶段，对，很可怕哎、欸，就是还没有很会开的时候载别人都会很害怕。我觉得对其他人应该，我跟我妹就跟我妈说要不要在她的车上贴新手驾驶，然后我妈就说，我又不是新手，为什么要贴那个？
夏威夷炒太太阳炫目炫光很恐怖。嗯，好吧，好吧。家人更怕你的车吧。哎，我今天去签的三月的生写真，还不错哎，其实应该吧。爱他就好的，小助理开车呢？哦，我爸也是表示，哦，好可怕哦。其他人更怕我的车。林果 ，Hello， 还是要贴 Baby in the car， 人家比较怕，都很可怕吧？少了两个字，冲动的新手上路，太可怕了。但我觉得、嗯、不行，嗯，今天快闪行程是签申请吗？不告诉你。你有买三我的三月生写真哦，谢谢谢谢文中。三月辣辣的三月，我写了什么没关系，你们说到就知道了。大家好亲切，危险驾驶上路，要爆雷了吗？接下来队长就要毕业了，就要没有队长了。看来你需要好好了解一下 AKB 的文化。小猪 ，Hello。Marcus， 嗨，天使。什么东西？幼稚园生写真可爱。好的 ，Ricky 晚安。很可爱的，不要不要哈、啊！可是这次的战术没有以前的那种多哎、欸，我觉得是主题问题吧。我觉得不是照片问题，干嘛？是那个学的讨厌。哦，你说那个吗？泰，他叫泰宇吗？忘记叫，反正是那个。帮我拿手提。很烦哎、欸！你在哪看 Netflix？ 我刚上。是啊。那应该是刚上。幼稚园跟 JK 是不是真的差那顶帽子？哎、啊，我也觉得很像。我觉得是人的气质穿起来。我会开车吗？会啊。虽然我说我这次我这投票人数不多，但我这次投票不还是喜欢游乐园。游乐园，我也是蛮喜欢游乐园，因为游乐园选到马库。我在看到一家的那个牛顿电影，就很好笑。牛顿，安妹报名通过初审吗？什么报名通过初审？开几个月的车，开一天的车，一天。幼稚园的妆就那样，不是听说小婴儿的脸不都会红红的吗？然后就是，我就蛮像晒伤妆的，我就这样子。有在你旁边吗？没有，我跟他们不同天。
我们不是同一天拍春熙，跨海提高，应该是跨界提高吧，已经不是跨海的问题了。酒醉装，一条鬼描写的地心引力，他没来选。那你们觉得三井生年纪小的比较多，还是大的比较多？我觉得年纪大的会比较多，但也有可能年纪小比较多。算了，我觉得年纪大的。我觉得年纪大的，大概19、18、19到23、24吧。没有，我觉得18岁以下才叫年纪，没有16岁才叫年纪小。都有可能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很想知道啊。没有，我觉得我定义的年纪大概是18岁以上。中间吧，20岁以上，现在开放好像几乎没过，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是这样吗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可能两级，选年轻跟战力两选，我觉得应该都会选跳舞的，对，因为他们如果进来的话，也是要练功演吧，基本上不太可能。让三体神练太久的时间，不然会等很久吧。嗯，都有兴趣的时候再来思考这个问题。哎，等有兴趣的时候再思考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你们会不会喜新厌旧啊？反正就是应该不会吧？你们是这种人吗？嗯，你不是，我也不是啊。那你们之前还一堆跑去学色韩日，觉得日跟日本很喜欢。有人是啊。哎，笑笑在臭谁？为啥是不是还不能直播？在座的各位。说谁呢？笑笑，情人还是旧的好。这个世界上各种人都有。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有，我是没有过这种经验啊，但是就很像是那种吧，要怎么讲？同家现在谁是谁没差。我要怎么讲啊，就是当你看到一个更完美的人，你就会觉得说哎，他好像还不错这样子，是吧？人都会追逐比现在更好的，俗称贪心。充满爆裂之气。爆裂之气，花心吧？是花心吗？我这不是花心的问题耶。那会贪心吗？我没有经验。大一分手潮吧，就哎，好像有更不错的哎，然后就觉得，哦，我为什么现在旁边的人是这样子？都是哎，好像还不错哦，好晕，好晕。不是都这样吗？我刚刚念力吧，我念力吗？啊，不是念什么力？我念力吗？暴力之气，没有 AKB 概念的我不会追踪，毕竟已经老嗨了。力，你说我的头发吗？我有洗头哎、欸，
适合比更好更重要。我觉得其实还好啊，就像大一你还在摸索这种概念吧。我不是这种人了，晕。我会说有人在一起之类的吗？没事，只要好好做你自己，才会留住喜欢的。我有理想型吗？大概是我自己吧。怎么办？自恋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觉得，理想型哦，大概是哭与宫村里面的那个吧。他是哭还是宫村啊？我也忘记了，那个男主角的。插组都是这样，我们都怎样？要不要开车录一小点，让我们看到你动态开车的样子？有录啊，只是我很慌张啊，我觉得不太 OK。因为那天我不知道左转还是右转，然后我爸就说左转，然后我爸说左转，然后我说右转吗？他说左转，然后我说右转吗？我说左转就是左转，我说你刚比这样，哦，帅哥吗？我说呵呵。眼睛也肿胀，也肿胀，也胀肿。我录那安的吧，有录完，我一定。比较想听妈妈尖叫一片，来不及，那没有录，那时候还没录。左右不分，我就是三宝啊，不好意思。突然我双白线，我一打双方向灯转就是三宝啊。前公司姐姐说啊，你要载我吗？我说哈，可是我是三宝哎，我是三宝哎。看有些东西是遗传。我那天吃完那个像什么海底捞，然后我跟婉莹搭电车，然后就说那个司机就说，请问他说前面是要左转右转，然后我就这样左转，然后他开始打左转方，我说啊不好意思右转，真的是。唉，那左右不分耶，没有做过不会怕，姐姐很可爱啊，想转就那就转啊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每次上路之后你发现蛮正常，我也觉得其实蛮正常的，应该蛮多人开车路都会这样吧，应该吧。当我转了第四次右转后，我就回到原本那条路了。四次右转，对你回来了。酸酸酸，酸酸酸。我要问一下，请问各位觉得科系面试时间应该要？觉得最轻松的最先面试，还是比较难的先面试，轻松的放后面。所以完全一张卷一千应该会很卖，因为喂，同类型的吗？所谓的轻松就是轻松哦，就是那种可能很稳上的那种，也没什么用处的科系吧。喜欢的放前面面试，轻松的我也觉得好，累积经验，好，前面就当玩，我先玩一遍喽。这种概念吗？也不是说轻松吧，就是连科系都在抽，还没面试就开始抽，不是啊，就是 how to say 比较轻松，没有什么学术性质的科系。Hello， 常来讲。
可以先熟悉一下有神秘教的问大同小异，都知道里面是不就有机会上嘛，可是我都是卡标欸，卡标仔面试官在看直播，竟然说我们科系是好玩科系，我是想去玩吧。欸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握手会当天有面试哦，但我选的早八的面试。我看你们是不是慢速型选手？我吗？我基本上不是。没有，你是说没什么用的科系？肯定。Free Plus 怎么了？点一进来就点点点点点点。So sweet, my everything。我就选了最早的、啊，不然再晚就是我们握手就，好像 Google 就 Google 到吧。不会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全台湾叫周丹的超多人。握手会话题加一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刚刚面试什么？对啊，机智意志。教授起手势都是亲自我介绍吧？对啊，自我介绍。Hello everyone， 我要讲什么？自我介绍我不知道讲什么，感觉是讲什么学术性的科，就是与科系相关。我要想很多种自我介绍。哎，面试顺利吗？好啊，不要吧，你们如果进来都在问这个，我就没有问题可以问你们了。我也有想要问你们问题啊。我现在是现在上课，我也好希望哦，我也希望呀。我现在跟粉丝第一句话也是请自我介绍 ，Hello， 你是？我上次不跟你介绍过吗？啊、哦，真的假的？面试搞砸我所谓之臭脸，这个问不完吧？没有，其实我当下，你知道我可能在。握手会很久之前我就可能有想要问你问题，可是当见到你的那一瞬间我已经忘记我要问你什么问题了。猜猜我是谁？你是谁？也是相信都是初见。为什么要猜个企鹅？这下就是要猜对方像听什么。面试时间只有七秒。大家好，我叫周嘉，然后就讲一个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成员。哦，我就说 AKB47 是什么？他说的吧，小翔努迪，可以带小本本进去啊。可是不是在当我写的瞬间按下一个人就来了，不是吗？你知道我曾经想要，我问姐说我可不可以带手机，然后姐说不行。我真的很想把你们声音录下来，知道吗？我感觉可以就是记住很多东西，不然我这个笨脑袋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笨脑袋，你要说名字人家更不认识。没有，之前确实我有第一次握手会的时候，我看到布丁在写，我觉得很厉害，然后我想说哎，我下次好像也可以耶，但实际上一个人我放弃。没事，我找了一个孩子三年，每次都是第一次见面。可是我应该认得七二耶，可是七二有来我吗？会不会其实我见到很多人就是请问你是算数学
如果电话响会很恐怖哦。你是便条纸，花絮有录到这一段，真的假的？你那边走他，我走这波，差点没被吓死。我觉得其实很好认啊，但他们撑的都没他久。还有人我在画粉丝的，很猛哎、欸。上次要说到什么？那波吗？冯家人进来就这样讲，我就说，请问你是？好亮！因为我今天化妆吧，看起来很亮。郑余威 ，Hello， 你怎么会来找我？哦，因为你刚刚是去看我，对不对？看你不要记录，让后面等久点，让他赶快记录。上次说这句话也是初见，之前做过一出握手会就开始打内容。这次握手会我应该是真的初次见面啦，应该是真的初次见面吧。第一次来人记得要跟我自我介绍，不然我真的是，请问，我不想跟后面讲话了，他要讲了什么？他要说了什么？就说你笨吗？这韩威真的很笨，什么之类的。我已经忘记我们上次讲了什么了。哎，你上次一进来，你就说，我刚刚换了很多套衣服，然后我现在很累，什么之类的吧。他无视于你，你要飘啊，你要学大家一起这样在上面这样飘过去啊，你飘过去他就会注意到你。还是你们现在在一起？你现在在一起吗？你第一次握手会就有去看过了呢？真假的？第一次吗？完了，我们又是第一次见面了。没有，在我这里我就会读到大家留言，除非我没有看到。你这跑来跑去稍微传一点而已，哈哈。好哟，你刚刚狂飘，然后。他那边超慢的，你第一次握手会有在隔壁看到、啊、有啊，我有看到你啊，你在布丁列嘛，说你很干，然后你说不干不干，然后你就尴尬走，但是很尴尬哎、欸，前面真的很走心，我这几天会见到熊妹蛮多天的，也没有很多天。我们会相处一整天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这拜六要跟婉玲出去玩的。最近真的是每一次都在跟婉玲出去玩。我跟你们说，我那天如果礼拜六如果直播时间来不及，就是我赶不回家。新增，先预设一下。用个粉红色，零零，我不要用数字零，我要用三点水零，用跟零零吗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都很闲，零零出游。是啊，之后会不会领你们发改时间会不会？嗯，有去货物二单吗？没有，我那天好像在家睡觉吧。我有去货一单，握了一张的遗针，出自于好朋友的关心，觉得握了他一张卷，但我觉得那张卷不止七秒钟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十分的久。网络跑不动，还有电。一旦体感时间很长啊，对啊，一旦时间体感时间长，我觉得大概十几秒有哦，真的。
而且那时候那个推的人很好耶，他说时间到咯，然后就也没有赶我走，就是慢慢的，对，生活动，时间是生活动，我反正时间会拉长，可爱女孩子福利。但是那时候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看得很明显，就是那个人数，你就会看到第一列的人很多。二站推的 staff 最凶，你一张卷听完一段副歌，你说自己吗？我也觉得，可能是因为说我是女生吧。我那时候在外面犹豫了超久，说要不要买那个毛巾，然后我还是买了，它现在在我的衣柜的某处。我要自己想离开，心想怎么还不来赶我？因为那群粉丝挤在墙壁旁边吗？墙壁旁边？你说成员列在这里，然后是排队列，然后你说这边的墙边吗？你说这个墙边吗？那时候问阿米娜怎么没放学，你三单才入坑，笑笑你一单就入了。哦，没有，你们入坑三单才入坑，但你有来，我看到站满的人啊，没有放手，从买券握手变成自己要握手，一张仔全是 Mina， 结果竟然是二七粉，太酷了，笑笑。但笑笑的二七分也不是全员二七分，还是其实你是全员二七分。阿鹏鹏，他那时候现场认人要，看要我谁？上网查才选一单，站在墙边也好多不在的。哦，好像哎，对啊，一单好像是就是现场说你要握谁是不是？是吗？我忘记了，太久了。那时候没有吗？没有就是说很坏，每次握手都蛮有趣。握手会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啊，就像就是你们各种换装，不是看我们换装，你们参加的步数都还比我多啊。哼哼，哦哦，印象最深不是三张地狱吗？哦，超热的，我第一次握手会体验，好热，好热。一张握几张卷？一张、啊，一张卷啊！但我好像也在三创待了很久吧。JKD4T23 单 single original single 哦，1234567890，10个选吧 ？Why？ 十个哎、欸。嗯，外真的很热，其他地也外换装，从台上来只有一张感觉很不够耶，我那时候为什么帅？谢谢林国送的陪凯蒂轩看流星，不好意思，我投了帕恰狗，我投了帕恰狗。我同学是美乐蒂粉，然后他就很生气说美乐蒂每年都第四，就我看美乐蒂现在。第六位，直线下滑。我是帕恰狗派的，快去投帕恰狗！没有哦，我请大家投帕恰狗。那个大耳狗已经太多次，它真的可以下去了。但是它也，但是它也是很可爱。大狗，我觉得不一定够
啊，我就布丁果还好耶，但真的潘家口可以得第一名的啦，可以换一下，不然这样每年都没有新鲜感。鲑鱼跟小麦粉，哎，你知道那个吗？牙齿吗？有一颗牙齿，超可爱的。可以下去喽！谢谢 Rubber 送的一封信。布丁可爱，布丁狗还好。牙齿很可爱啊，我又想投牙齿啊。可是今年好像选的是比较少啊。没有没有，趴下狗现在要趴下狗要上去啦，那个可以下去的。狗派崛起，你喜欢 Kitty 吗？我要投一下我的帕恰狗，年龄10到19岁，性别女，居住的地方，欸，我就是在找的时候我一直找不到，欸，哦，他为什么没有照顺序？我那天一直往下滑到 T， 然后我后来你知道我选的什么吗？我选了 other， 因为我没有找到台湾在哪里。感谢你的投票。我来看一下初回书包，反正第一名给我看了，哎。但今年骷髅米很前面哎，那个人鱼汉顿什么东西？三五七也可爱，双子星还好。那就这样了，怎么那么傻？嗯，哒哒哒哒哒。参赛肖像明星一览。嗯嗯嗯嗯嗯。我不喜欢蛋黄哥。切片牛鲑鱼很可爱啊。毛毯熊莫普也很可爱，大宝也很可爱，兔妈妈还好，但我的衣柜没有一只兔妈妈，欸，画小兔，我以前有一只，但我也对你还好。我的牙齿你在哪？39，齿人 style。以为是猫头鹰长得像盗版的三姆契尔。波比，为什么饮料都可以投票啊？豆产，普啊普啊，好像。美丽是绿茶，没有大耳狗才是。没有，林我妈说美乐蒂是绿茶。是啊，它是绿茶。它是。哦，对，那可能是吧。我也没有很喜欢美乐蒂啊。美乐蒂，看起来就是一个心机。他写他是天真无邪，像爱像那爱护弟弟的女孩子。没有大耳狗才是。没有，都是你的帕恰狗才不是。你给我投帕恰狗，不要投什么大耳狗，好不好？不要投大耳狗。
没有，我说不要投大的狗，我说要投趴下狗，趴下地上。不要啊，投趴下啦。投美乐蒂啊！不要投美乐蒂啊，美乐蒂是绿茶的，不是吗？他现在是。他是谁？盖世美心联名卡。哦，刚我屁手。第一名是高级。干我什么事？很不要屈服，交通标志。没有，他只是纯粹在，他纯粹是在他的偶像，你知道什么？他的拿尼瓦旦西在那边。旦西，你讲到哪个旦西？旦西，哪个旦西？旦西。你知道为什么那个伴侣人会第七吗？伴侣人是？哦，因为他是谁？大乔。藤原，就是前七名全部都是男的。那帕夏谁？帕夏是蔷薇。哦，布丁是大乔。哦，最近变杰尼斯犯的投票了吗？那库洛米是谁啊？大乔。哦，哼，这个投票已经没有任何的公平性啦。那前七名都是刚好联名款，对，没有，你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公信力的投票了，已经不是人气票选，而是在对你的偶像投票而已。然后第十名库奇尔，现在大西说他喜欢库奇尔。没有，其实库奇尔人气反正就很高吧。库奇尔原本十四，现在十四，现在第十。你其实也没进步很多啊。那美日币票选。对啊，因为美日币，美日币就是绿茶。库托米投票不就这样吗？好像也是吼，没有所谓的公平性啊，喜欢就多投嘛。三六，啊，牙齿可以上来一次啊，牙真可爱啊。八除，没有任何的，对，没关系，本来就是这样子。三周年，不是三周年。西雅的演唱会，很期待哦。你们都有玩那个、哦、王者，他叫什么？王，他叫王国吗？王国，王国纪元，王国纪元没有玩过。真正的战争其实是你们自己。你好吗？一直到处叮叮叮叮。这种手动游戏，其实，你好像没有这种玩过这种。氪金游戏，我上礼拜要回台中前，然后就打扫一下房子，然后。我爸妈跟我妹就在讲说，为什么会突然间打扫，一定是因为我之后要去住，所以他们察觉我要打扫。都胖、yes。 我没有车子啊，因为我最近现实中很多人来看，而且都是那种没有追踪我的人，超困难。与你以外的盟应该都会护你。嗯，不是林天东的，不是，是我自己有洁癖，你还帮我哎、欸？他说我帮你啊，我说、没关系没关系。谢谢员工们送的行李箱。TP 的饭圈，我觉得很跟我以前为什么啊？
Little Pony。嗯，我也是欸。什么？你也是欸？你没有追踪我吗？云晶，你没有追踪我吗？还是什么？你有追踪我呀？我是说没有追踪的，也看我的现在哦。那如何多？为什么我一直看不到明晶传的表情符号，都一直出现问号问号问号？可是我已经更新了，哦，这只手机没有更新，难怪看不到。没有，我只是很想知道最近发生什么事，但是我也不知道。我只想要顾好我自己就好了，我现在顾自己都顾不来了。哦，那是什么融化的表情？我也想要那个你，就是什么可以口罩辨识？有人可以辨识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哇，进门！我不知道最近有什么事啊。我现在最近有什么事吗？其实安卓的符号，手机太老了。嗯，我插一个半号就可以脸部辨识。我已经是旧苹果时代了嘛。对啊，我也想要口罩辨识啊。我不想要摘口罩打密码，我最近已经打密码了，都是在打密码。Be myself 吗？乱乱唱，其实不知道歌词什么。你都辨识你妹的，因为你们真的哦，你们真的长好像的。可能因为你好叫到大家会怕你，当然看我什么时候上路吧。原来是这样。指纹辨识，我觉得指纹辨识也很好用。哎，我觉得楠木版的武崎生那个什么歌曲，什么《绝望的一秒前》，我觉得名字取得超好的。为什么取这名字啊？很神哎、欸！终于上路的车手。大家欢迎，暂时也没有追踪我 IG 啊，那就没用人脸辨识了。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很酷而已啊。我喜欢那个甜甜笑容女孩，她应该是姐姐吧？水上河。啊？不是。是那个笑容嘿的那个美空，都喜欢美空。笑月，笑月是你喜欢那个？嗯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是喜欢那个。他喜欢年纪最小的那个。长这个妹妹头，妹妹头，眼睛很大的，我不知道。美空很可爱。就见你说被霸凌的那个。Yukami Oshi。丑卡翁，丑卡翁，不是周江吧？是这样吗 ？Ricky， 你一直都是甜甜圈吗？切懂，嗨，切懂。哎，我们一直在讨论，就是我们要就是做那个哎，风雨草世家二哎。可是我们没有想好剧本，现在没有剧本，可能想好剧本那天就会有风衣草世家了。对，不会说港式英文译法，哦，不会说，
好不？比哈皮，还有什么？我没有什么歌啊。我喜欢那个《父女养》，太阳父女。哦。Sing, sing, sing。还有很多老歌，丫丫。Hello。Hello, Sarah。Hello, 可乐王。Hello, 默默无兵。我再听一次，累了，突然话题近了，我们已经无话可说啦。现在要讲什么？现在讲什么？台词发音什么东西？啊，尴尬，我们最好都就到这。不是吧，我们还需要再撑个14分钟。还起来呀，谢谢阿熊松恩戳戳你哟。Hello， 米娅达鲁克。还好撑。我没有不想跟你聊天，只是。Hello， 曼哈比。谢谢夜空 sky 送的甜蜜爱心，托迪送的钟情玫瑰，喜欢楠木板吗？蛮喜欢的，我很喜欢那个贺喜遥香，他长得很可爱。我是颜饭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接不到歌词，因为我不是韩国人啊。尴尬14分钟，撑10秒。就一个笑容很甜，然后色奇就是那种单眼皮单的漂亮的女生。你知道我那天跟婉玲出去，我们就在聊双眼皮的话题。他说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去做双眼皮。然后我说你有看过做双眼皮的人做完的样子吗？他说没有。然后我就找着你看，我说你觉得我在 TV 有办法在临时做双眼皮这件事情吗？因为肿成那样的人，粉丝说你去整形哦。怎么可能，他没有，他好像就是不会关注这个话题，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整形后的样子。我是超级内双人，我平常会贴，而且因为 我眼皮有很薄很薄的那种，应该说我全身的皮都很薄。全身的皮都很薄，我就那种习惯。啊，怎样？啊？搓眼皮哦。搓眼皮。除了眼皮。除了眼皮。哦，除了脸皮，哦对啊，除了脸皮以外的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厚脸皮啦，超好笑哎、欸，很好笑哎、欸，你很有梗哎、欸，活凶，其实我，然后我就说学业因素，然后去日本，
好像是修一个月，然后回来你就会看到我漂亮的双眼皮。最近的一家团员勇兔的角色可能会很适合你们发挥。团员，一家团员勇兔的角色那什么？破镜直播，笑话要解释就尴尬了。你听不懂啊？你听不懂？什么听不懂？我的根。你说除了脸皮、哦、我要说什么？除了眼皮，不好意思啊，就是你知道，因为像嗡嗡跟玲玲，他们都会讲，不是嗡嗡兄妹，他们就会说我是古典美。我整张脸好看的精髓不是在我的眼睛，而是在我的鼻子跟嘴巴。我的鼻子跟嘴巴造就了我这张脸，这样子还好，但是这样子就蛮好看的，懂概念吗？内窗保护键即推广协会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韩国可能要变，可以，韩国可能可以变双眼皮，但我没有要去韩国发展吧。我现在年纪已经太老了，我如果年轻个五岁，可能有机会。但五年前的我当然不怎么样，所以我就是这辈子 zero， 对吧、啊？那双眼睛很有魅力，觉得都很好看。没有，我真的是，你知道我戴上口罩我就是路人耶，但是拿下口罩就也是路人。全年保护协会的友好同盟，友好同盟，五年前模样有没有图？五年前模样，我可以给你看我国三的时候，我觉得国三是我颜值高峰哎 ，series 颜值高峰。欸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的多元审查，我的 AKB 这边有放一张粉丝放的照片，因为我觉得那样很好看，所以我放了那张，就一张而已。五年前，我给你们看国中。是哪一天呢、啊？好像是猜拳大，是猜拳大会，还是哪一次啊？忘记了。反正就是某张我绑着包包头的照片。Love dive。嗯，还好。超正的，这么溜吗？猜拳也是包包头吗？我忘记了，反正有一次我公演还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时候是包包头。我要给你们看我颜值巅峰。啊，算了，不给我看了。我现在看觉得没有很好看，我放弃，没有很好看。他成本是很 sad。那是几率问题啊，那时候抽票。我已经忘记了。你要接受现在还是巅峰的事实吗？
现在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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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已将痛音之讯息设为静音，不要。哎，我自从我一直说到那个股票的，你们会一直吗？说到什么股票投资？现在还是巅峰吗？现在是巅峰吗？汪汪说什么说什么活力值巅峰是20岁，然后到了过了25岁就会开始下降。这好看吗？不好看。我以前也没有刘海、欸，以前长这样哎、欸，是谁呀、啊？股票解说我也是，而且他就是那个会打电话来，2009年长这样。你们看我2019年在我、哦、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吧，2017还2016，应该是2017还是2019年，只写了信给国三的你，希望国三的你已经完成了很你的梦想，并且身边有很多知心的好朋友。再过不久就要从国中毕业了，不知道你是否有改变的梦想呢？不好意思，字越来越大 XDD。我想这时候 TPE48 可能还没甄选吧，毕竟台湾这么小的国家要搞这种团体根本红不起来。笑死，106年1月7号是初级英检，我想我应该不会过，那你过了吗？希望你能考上台北的学校。卫理华冈庄敬，你还想读吗？加油。其实我很希望你能当上一队的队长，你当上了吗？当上了吗？问号 WWW TPE40 也快甄选，姐的青春可不能一直等哦，噗，要完成的目标，要完成自己的目标， FB 的追踪者快增加吧，点点点点点，祝福你13岁的周詹。我、哦、天啊，这什么中二病啊，超智障的，救命，这什么鬼，我还拍下来要死，天啊，我妈呀，好可怕，噗。然后之后我就做完头发照片长这样，这时候还好没有那么漂亮，但侧脸还是蛮漂亮的。你最近写噗，对啊，我写噗，然后微笑，然后微笑，超好笑的，噗。没有写给高三的自己吗？没有这种东西，高中老师不会这样写东西哦，他会叫你写志愿，然后写说你最好的朋友，好像在高二的时候吧，然后高三的时候还有发下来给你，然后我看到我立马把死掉，丢到垃圾。噗，不要，好好笑。这旁白的语气加分，不小心是这么帅，这是小屁孩啊，那款他说姐的青春很真实，真中二，真的，我的妈呀 ！TP 有事，我的妈呀！你现在想不想对明年安安说吗？明年安安哦。希望你可以竞选吧。没有刘海很漂亮，你现在不是吗？我现在是哈给、欸，我现在秃到不行，完全不行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很秃哎、欸，我也觉得我没有刘海很漂亮。明年的安安了，希望你可以上选吧。然后嘞，
希望你可以更多粉丝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可以讲？谢谢可乐老师的红包，虽然我的网络又出现问题了。希望今年就可以进学吧。不知道。谢可乐包，希望噗。那就是一点鼠鼠，还有没有啊？哭，还有什么梦想啊？明年的我想要达成的，明年。我希望我可以一直待在草族，跟不错的人们待在一起，还有正式生啊，噗！我若明年就当正式生，那一起生怎么办？汪汪汪汪！不想当生辰吗？现在还没。我想爱跟三崎生当朋友。哦，希望三崎生有可以相处很好的伙伴们。谢谢 Irene 先，谢谢送的小鸡公公。好，你不想跟谁一组？嗯，我没有不想跟谁一起啊，希望明年可以出国。谢谢杨哥送的红玫瑰，成为 TV 在同一组。我希望可以跟林，可以跟阿杰，我希望可以跟依林，那叫什么莱米，还有什么三松啊，还有汪汪一起。这样会就整个组了，然后我想跟整个草组待在一起，但我还是比较就是最主要还是想要跟汪汪还有三松一起。对，很想爱，都是听 B， 但好像其实我觉得试着跟不同人相处也是一个不错，但是。我目前希望可以维持原样。三松是法法云爵跟熊妹。Pray should I？ 分享。还有什么歌可以听啊？没有歌，那就让自己播吧。嗯，这团里有人现在里面有想效法谁吗？效法谁？效法谁？我觉得大家都有不错的地方可以学。阿俊，谢谢钢铁送的香芋。我现在干嘛？
这在哪里直播啊？谢谢阿小送猪猪你哦。微笑。开始乱跳。我在这里。莎莎给自己哟，还是没有莎莎给，心中莎莎给，很泰国味的歌。谢谢阿俊送早安抱抱，阿成，你刚刚一个卡住了，赶紧给卡住。这差不多可以念榜了，我们已经话题尽了，各位，救命，怎么办？话题尽了。有尬，我刚尬了很久，我想说我现在讲什么。我没有撑完十四分钟，我是很努力的跟你们聊天，想出了很多话题，熟悉的尬回来，我想，怎么突然间安静了呢？然后他如何处理尴尬呢？没话就跟窝窝黏播好了，认真吗？跟窝窝黏播，不知道现在在干嘛。我今天念榜了，我两个小时后才念榜。好吧，那我就来连播一下喽。邀请，我只要待五分钟而已，在等好友的确认。啾嘎哇！啾嘎哇！为什么你的声音那么大声？因为我自己声音本来就很大。哎、欸，你好白哦！你怎么那么白啊？你素颜哦。对，哎、欸，我哪次不是素颜？我等一下为什么那么我直接变很黄、欸？哎，为何啊？天哪、啊！我不能跟你在一起连播哎、欸，这问题就出来了。欸、你今天在哪？一样吗？哦，对啊，哎、欸，你知道郑好威他现在直播间吗？他，你有看到他留言吗？郑好威，他刚刚有来我这里，他说你什么很无情什么之类，你都不理他。他才无情，他说他拿完五条悟就要闪人，他就不要跟我们好了。你看这种人可以交，这种朋友不能交。以后要看清楚，擦亮的眼睛。哎、欸，可是你还没给我给我那个哎、欸，哪一个？还招那只啊？你还记得吗？才哪一只？粉红色那只。我想，这是我一阵吗？什么什么什么幽灵帆船那一个那个，他叫什么、啊？忘记了。裴罗娜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裴罗娜，哎呦，我忘记这件事情了，你知道，我上次包好，然后把它丢在门口，我就忘记这件事情了。我想说，你说下次练习带给你，然后我就等了很久，然后我没有主动跟你讲，你可以跟我讲，你可以跟我讲，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了，对，我也忘，反正就是这样子，好，好，我们什么时候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不要讲时间，反正下一次。
我们要见面前你再跟我讲，不然那个东西会被我丢在那儿积灰尘。然后因为我也不是，我没有看《航海王》，所以我不晓得。好，裴罗娜吧，裴罗娜。对对对。可。为什么你他们说你的声音很清楚？我的有点小声哎。因为我用吼的，夸张。我用吼的，你为什么这么白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郑好威，你素颜吗？你素颜吗？我素颜的，我不素颜也这样子啊。我素颜为什么我的灯光就是比较暗？嗯、可是这样比较黄、欸，光后面是亮的、欸。我觉得是因为白墙，我觉得要拿起来。等一下，好玩啊！好玩啊！我不要播了啦，周佳，你太白了，笑死你！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找你吗？因为我刚刚突然间尴尬了大概五分钟，也没有五分钟，大概可能三分钟。他们我就说，哎、欸，我没有话题，他们就说啊，不然你跟我你不啊？他说跟你，你为什么没有话题？没有，我不知道、哦、你是因为没有话题找我的哦，好难过呢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跟熊妹一样？但是其实我们平常聊的话，在直播上也不能讲啊。我们要讲一些，对不能讲的话。没错，保留一点神秘感。我觉得他们应该很期待。你知道刚刚这个李乌诺，你知道李乌诺是谁吧？嗯。他贴的剧本里面居然有学测，好像是讲到学测什么考大学的事情，他完全就是在凌虐你们啊！考完还要再跟你提到学测的事情，他是不是在讲说快演戏给安安看？我完全就是无视他们，还是其实你已经演到不想再演了？没有啦，不是什么东西，谁？郑好威，哎，郑好威，你把我的声音关起来，你给我回音，郑好威。还是其实你已经演到不想再演了。这是安安的声音吗？哎、欸，他叫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郑好威？你给我关掉声音！郑好威，他 delay。对啊，你回音。这是安安的声音吗？为什么会两次？他在干嘛呢？挂断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现在叫他上线，我现在密他。跟他说让 live 上线，让 live 上线，我们就可以三个，啊、应该可以三个联播吧？他在家里吗？是还是在你那里？当然没有在，如果在我这边，他就会直接出现了， oh. 他就会直接。我刚想说，直接让他来说，如果你来，我就帮你付计程车钱，就他也没有来。他怎么可能？明天上学、欸？你觉得他有在上学吗？他没有，他平常都没有在上学，这个人平常都不上学了。啊，人家有在上学的，他有在直播间，他有看到，他们说三姐妹同框了，没有，只有两姐妹哦，第三个是一只熊，不对，而且是台湾国语熊，来自高雄的台湾国语的熊，我刚刚学他学到一半嘞，那你现在哎、欸，你知道醉鱼味口头禅是什么吗？我想一下，我刚想了好久，我想不到啊，问姐姐她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想学他，就是你好像也没有口头禅呐、啊，你好像也没有，你好像是昂汤学姐，我哪会那么叫你？我说哎、欸，翁同勋，他应该多标准？你是说哎、欸、翁同勋，然后所以我是哎昂汤勋，昂汤勋，不要叫我好威，不要叫我好威。哎、欸，嗡嗡！啊哈哈！不会发那个呜的音？对，嗡嗡，哎，那嗡嗡嗡同勋。哎，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去安安的直播间丢剧本给他，然后让他演郑余威，我演周家安，你看这样多好。不行，哎、欸，我真的很会演戏，我是话剧社演技、欸，哎，演技。话剧社没有啊，你演郑余威刚好啊，你拿话剧社演技演郑余威就是刚刚好，你知道吗？不用太高超演技，因为他就是郑余威，他在哪里啊？哎，他怎么跑掉了？哎，他跑掉了、欸，他在你那边吗？没有，他走心了吗？他走心了吗？哎，郑余威，哎，他怎么不见了、欸？他是不是生机器？他不回我了，算了，那我们不要理他了。你播到几点啊？没有，我其实差不多要念榜了。
你是播十一点九点到十，我播到十点半。十点半，你应该差不多念吧？我还有大概三十分钟要念吧，大概差不多。啵啵啵啵啵啵啵，大家啵啵，你要记得提醒我。佩罗娜，你再密我，你记得提醒我，不然我一定忘记。我一个大概十二点密我好了，十二点密我。好，拜拜拜拜。能醒着，拜拜。好安静。他声音好大声哦，喂。我也觉得耳朵有点痛。好安静哦，刚刚他声音真的好大哦，跟祖祖的一样哎。我这还太小声了，好像有这个问题耶。所以我是要这样子讲话，这样会很大声，有吗？我都这样讲话，觉得我这样讲比较轻松。那其他人是有用麦克风还是什么之类的？好，我再拿电板了。不行，我要先等二十趴，不然等一下会卡住。但再怎么想也没有林一小，这里真的是气质才。那我跟默默在一起就不气质了吗？可能哦。洛卡唱歌的时候会用麦克风。为什么你们最近都在追那个啊？什么啊 ？Primo， 他叫什么 ？Primo， 我不知道怎么念。就是那个队长是小晴的粉丝的那个。队长是小晴的粉丝，不是吗？他们的队长，队长以前不是什么，是力气女孩吗？嗯哼 ，melody， 明白？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才问你们，好吧？来念吧。嗯哼哼。第十名是嘎逼跟明晶，谢谢。第九名是新野人，谢谢。第八名是钟莹，谢谢钟莹。第七名是林国，谢谢林国。第六名是 Miso， 谢谢 Miso。第五名是 Cody， 谢谢 Cody。第四名是圆滚滚，谢谢圆滚滚。第三名是夜空菜，谢谢夜空菜，耶。第二名是布鲁克幽灵窝囊废，谢谢。第一名是阿雄，谢谢阿雄耶。明天要上学，要不要去学校？我明天要去学校，因为明天要上打靶课，我才可以去打靶。我。不想去学校，我不想去学校。
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就他说他穿长袖长裤，我瞬间已经就是没有很想要去了，你知道吗？长袖长裤欸，晚安，晚安。好，大家晚安，我们礼拜六见。阿若，我没感受，我应该会发个限动之类的。拜拜，晚安，晚安。